温在生前控诉录中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平，被遭到报复的英党曝光后，让节目陷入争议中，连带让曾担任导师的那英过往争议也被掀出，立刻引起讨论。而那英原定在九月出席上海音乐节活动，然而近日却因为身体欠佳，所以请辞演出，让外界纷纷猜测那英是不是想要避风头。而之后就有网友爆料，看到朋友圈有人与那英在泰国苏梅岛拍新合照，只见那英顶着素颜对着镜头微笑比耶，看起来并没有身体欠佳。许多网友纷纷狂酸，原来是不想上班，就是为了避风头吧。不过也有粉丝力挺，因为身体不好去国外散心怎么了，那英去旅游关你什么事，引起两极评论。Bye.